发言奖今天要干嘛？资宣奖。钱。我们直接一人1000块进去，然后买一整套的万圣节派对服装。万圣节派对服装。对，一整套打扮起来。帮自己打扮吗？这一定 OK。帮对方。帮对方吗？对，帮对方。那我先讲一件事情，我不扮女装，其他还 OK， 好不好？我不扮女装，其他。你扮俏护士吗？俏护士可以吗？但是我想看俏护士。当俏护士。俏护士。俏护士。好了 ，Let's go。眼镜男生，其实里面人蛮多的。对啊，好尴尬哦。我跟你讲啦，今天因为不是打扮我自己，所以我一定是走一个比较偏恶搞的风格。虽然我不知道最后怎么样符合评审的风格，但我觉得走一个酷手总没有错啊。走吧。像这个小朋友骑着一只鹤，有没有？我觉得这个应该就蛮适合他的哦。OK， 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走。我们先去拿一些基本的配备，然后看我们剩下多少钱。OK 吧？万圣节派对少不了的面具的环节，好不好？还有是什么川普面具有没有？你戴戴看。讲句话。朕赐你死。很好，我一进来我就看到这一头白马了吗？大家应该小时候都想当过白马王子嘛。我觉得对智贤来讲，这应该也是他小时候的梦想之一啊。我就在这一次的变装 party 帮他完成这一次的梦想，一只白马面具，好不好？ OK， 这个我先把它收入。他刚才说他不穿女装，我一定买女装。是你要扮女装吗？你要扮女装吗？OK 吧，我看一下。OK 吧，所以他的表情看起来好像不太快乐哎，那我没办法。是强迫的吧？我们要找一个快乐的小朋友。应该是强迫的。你觉得他快乐吗？我觉得他好怪怪的。不是不快乐，他笑得怪怪的。我觉得好像蛮强的。什么 NKF133？这个数字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好像我听过。那个数字好像都四个号码的。不然就零开头，不太好吧？零开头，我觉得啊，因为熊安他有说不要女装，啊，不是你一开始就说要女装不是吗？所以我们尽量买一点这一种的，就看起来没有那么像是女装，这个看起来就蛮快乐的，因为这个是可以撕的，我觉得观众会想看它被撕开来的样子。不是，到底是你要穿还是他要穿？他要穿的，不干我事啊。我觉得好像可以，没关系，这个好不好？对啊，就这个哈，这是我第一个首要目标。那我给你一个篮子，首先先获得一个这个，然后我觉得啦，武器应该是必备的，好不好？武器基本还是要有，要有一些吓唬人的手段，别人才会给你糖果啊。虽然我不太懂他这个鲁夫配刀子的概念是什么。好，没关系，我找到我要的道具了。相信大家应该有看过少林足球吧？那个是戴在头上。身为一个专业的汽车维修员，扳手是不可少的，好不好？戴在头上。没差，我给他拿。我要给他拿，好不好？扳手是不可或缺的，就这个。其实好像还好。还好吧，你好像还好。没有，里面只要穿深色或者是白色内衣，就肯定透。没有那个不，他只能穿内衣，他不穿内衣。那如果不穿吗？不穿内衣都不穿的话呢？不穿的话呢？某比较深处会看得到。哦，深处哦，好像不太好，不太好，这样会进。可是他只要599哎，这样会进步哎，他现在599哎，而且这样没有裤子，他这样的话，他不用穿裤子啊，他不要穿裤子啊。是你说的，380、600、700，好，基本配备我选好了，好不好 ？SM 风格的汽修维修员马，好不好？这是我走的一个风格。我本来是想走一个诅咒肾脏的风格啊，但他们这边器官只有卖脑跟手脚啊，没有卖肾脏啊，所以我打消这个。他现在是因为他穿厚底鞋，169哎。因为他有偷穿增高鞋，他穿那双真的大概6公分，他有偷穿增高鞋。
本身169.7公分，这边169.7公分，他平常都骗大家的。好，上字幕，上字幕，会上字幕，一定会上字幕。迷你裙版，我靠，迷你裙版。然后，迷你裙版有点猛。可爱版吗？我想给我买的。大家好。我靠！为什么我要戴这个？那你戴另外一个。这看起来是正常多。傻笑。OK 吧 ，OK 吧，配备挑好。啊，还有。来啊！我已经帮你挑了很多基本配备了。所以我们先从主体开始。我觉得预算稍嫌不够哦，还是你下半身裸体？不是，我刚才也在想你下半身要裸体哎。没有，我觉得有一件还蛮适合他。哎，就这件，就这件，就这件。我看，我看一下这件。看什么？这也不错，这也这么伤我。哇 ，OK。不是现在要这样互相伤害是不是？这件我要拿起。不是，我看一下。豹纹。老板，这件多少？他在下面的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啦，埃及艳后风哎，699，价格还 OK。哎，360。360，哦，那我拿。这件才是360。要什么尺寸？什么尺寸？你要穿的。他要穿的，那可以看。我觉得360蛮强的。或者 OK， 我们衣服有，我们要去挑其他东西。640，还有640的扣子。配件640配件。640的扣子。再跟我说，我们也是设计系出身的，一定要有设计感。我觉得这个蝙蝠要有。一个混搭吗？混搭，混搭吗？混搭蛮强的。我不太想说。还是你看那个爆炸头？因为我正前方那个爆炸头。哎，有加法哎，这个蛮强。哎，这个骨头很烦哎，蛮强的其实。我扣了好多，我扣一下。640，我们还有640。超便宜的。好。这个199。OK 吧，菜老可以啦 ，OK 吧 ，OK 吧，各位。这个如果男生能不能穿？可以呀。我才不管，他买女生衣服给我穿，我才不管呢。我就买一个南瓜给他穿，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不管，就这件。可以啊，哎，不是，那个可以，是大人的。对啊 ，XL 内。OK 吧 ，OK 吧。等下我先算一下金额。他本来想要给你穿南瓜装。199要399，600块，把它算600块，600，700，800，880，980，差不多。好，那我觉得我应该准备。不要，先不要。哎，完蛋了！我刚才看到这边有一只马桶，我们被它拿走。真的吗？基本上。所以他有偷拿马桶吗？反正我也不喜欢弄人。观众会想看他的哪一个部分呢？会想看他白手用之淫荡的模样。哎，那颗蛮大颗哦。预算就1000块。1000块很能买了。有啊。我们预算200。哈哈哈。蛮强。你那颗可以，其实可以当他的肾。那一颗可以当他的肾，他少的那一颗，在这边就少了那一颗，就在这边就是那一颗，就少了那一颗。忘记讲一下我的设计，我设计整体设计里面，你应该把它拿出来看一下。算了，等我买完再买完再讲。就我也不需要帮他做什么上妆啊那些准备，我只要把该套的东西套上去，应该就没什么问题，非常简单的配备。简易风，它的名字整个造型的名字，整个造型叫做蚂蚁南瓜，对，蚂蚁南瓜，对。那我们修东西请找蚂蚁南瓜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还有一个时间计分了，时间计分。对，谢谢。欸，翅膀多少？100。欸，那我够欸，帅。欸，翅膀多少？欸，有150的翅膀，你只能飞便宜的。我会帮你买150了。小干那晒干换。超喜欢超。来，我们把它打扮。
他当然成为天马、啊，天马兽哎、欸。不要东西啊，肯定要的吧？还有那个，没有，谢谢。OK 吧？总预算，最后我们剩下6块钱了。总预算我们花了994块，我觉得没有超出预算，对我来讲是一件很大的突破。毕竟我做什么事情应该都会超过那个金钱。对 ，OK 吧 ，OK 吧，我觉得我有很大的成长，我竟然有找钱了 ，OK 吧 ，OK 吧。准备好了，你花多少？啊？你花多少？刚刚好，刚刚好，刚刚好。屁啦，有多花对不对？没有啦，多花对不对？老板刚刚直接本来104，然后老板听到我们预算只有1000，老板直接40块不用。OK， 那就 OK， 刚刚好。这样直接羞辱爆他好不好？各位这一套你也不会比较好过。好，我们回去准备开装 ，Let's。哇！道具好像有瑕疵哦。